Erica， 来刘爱丽小朋友。好，刘爱丽小朋友今天要演唱的这个歌背后的故事是什么？是讲我妈妈。哦，妈妈。嗯，就是从小到大，就是我跟我姐姐什么要的，我妈妈就是很努力、很辛苦去帮我们，就是拿到还是做到什么事情。然后包括我来台湾比赛，妈妈也是付出了很多，然后付了很多钱，所以我可以来台湾比赛。所以其实妈妈看到你在这边表现那么好，妈妈有没有常常每次一通电话就开始哭？每天都会打来，然后问我成绩怎么样，我练得怎么样，唱给她听。然后说不行不行，还要在电话里唱哦。对对，她要我在电话里唱。然后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这次来台湾是第一次离开妈妈这么久，然后就是说再见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，然后我就是会很想她。对，所以这首歌叫做Goodbye is the saddest word。 再见是最伤感的一个字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在这边马上就来欣赏 Erica 的歌声。当妈的不知道，小林老师刚刚听到这个歌，还有这些歌词，受不了。对，不是你，不行啊，好受不了哦，这个歌。你知道我女儿啊，4岁以后开始会跟我聊天，我觉得我好高兴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是多一个女儿，我多一个朋友哎，她会开始跟我聊。妈妈，你在电视上那样漂亮哦，啊，你说话怎样讲？然后就觉得有一个朋友可以谈心的感觉。然后我看到他刚刚那个小小的弄一个那个小南瓜吃东西，他吃蛋糕一样啊，我就想到我女儿啊、儿子啊，我就想到不要长大，你们不准长大。然后妈妈就很希望赶快就这样一辈子把他抱得小小的。女儿是不是跟儿子不一样？像我就问我儿子，我就看了那个小时候照片，我就说你看我们小时候去哪里哪里？他说有吗？对啊，有时候你会觉得时间真的。儿子跟女儿真的不一样，我们儿子是会这样，
妈妈，我们儿子更娘，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，因为真的时间一下就过去了。嗯，对，这个是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。嗯，所以随时都要准备好。对，刚刚这首歌，我觉得妈妈可以感受到你的这个对她的爱，所以我们不好意思，还是看一下分数啦，好不好？唱得非常好的 Erica， 我们请评审按灯。Erica 的演唱，11岁，妈妈好心带她去看电影，她坚持妈妈你坐到隔壁排去。19岁，妈妈送她到学校，她怕丢脸，叫妈妈在前一站下车。白潮，这个太过分了，你今天这歌给我好好的唱。非常好的 Erica， 我们请评审按灯。Erica 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9、20、20分。但 Erica 其实我觉得不错，其实真的要谢谢你，我觉得要谢谢每一个来参加的选手，真的很看得起我们节目。我们这边啊，看就是一个舞台，然后有灯有麦克风，这是他们的梦，哎，不是只有这样而已。所以谢谢你来一起完成更好的梦，谢谢 Erica。